说起王思聪，想必大家都是不陌生的。作为中国内地前首富王健林之子和万达集团的少东家，王思聪的微博上却写有关乎市场和生意的内容，最多的是嬉笑嘲讽，随性发言。年少轻狂、口无遮拦的他，正努力成为一个关注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青年。相比大家对于王思聪的爱爱狗王可是不陌生的。王思聪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就是这个狗狗了。王可已经是王思聪的心肝宝贝了。王思聪时不时的会在微博中晒出王思聪的食物。每一次在大家看到后都会表示惊讶。这狗吃的比人都要好。王思聪对于王可是真爱，已经完全把他当亲生女儿看到了。知道王思聪这个大名的人都知道，王思聪十分喜欢美女，前女友多得数不过来，坏女朋友和坏衣服一样。虽然有很多的网友都不喜欢他这个做法，但是王思聪人家有钱任性啊，想怎么换就怎么换。最重要的是王思聪的每一任都是心甘情愿的，就算知道没有结果，但是还是会和王思聪一起。王思聪的人生有三大乐事：冲狗、泡妞、飙车。王思聪不接女朋友换的勤，车也是换得很勤的。近日王思聪又按耐不住了，开着自己的跑车开始约会了。但是这次王思聪的车没有引起狂潮，车牌号却是让人很意外。王思聪的这个车牌号让很多的人都想歪了。小编在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就想错了，这个车牌号其实是王思聪的生日，但是在不知道的人看来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。很多的网友都在说王思聪真的是连亲爹也不放过，相信大家在看到的第一眼也是会认为成别的意思吧。相信王健林看到这个之后也是会被气疯的。大家理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本文来自相聚巨头吧创业家系授权发布，略经编辑修改，版权为作者所有，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。